What?这样他在等河蟹嘛，主要是，但是好像酒桶是要过来的，这个位置要打起来了。来看一下中路推线方面，卢谦稍微领先一点，下路推线这边也是直接领先，能惩掉吗？可能惩戒了，酒桶E过来，没中，那这个位置应该是 Q 也没减速到，可以这波 clear 的亏了。这边也交惩戒，把河道线拿掉，下路打起来，直到后续给了个无尽厮守，捆到了这边 Ruler， 的血量不太好，反手这边一套蓄意红拳的中心的一个真实伤害打到了 Mark 身上，是有一个质变。小王这边绕出来是会被视野看到的，但鳄鱼好像已经跟狗熊牛打起来了，已经拼起来了。哇，这个位置有点打不过了，想绕，现在有视野，先排一个眼，扫描扫一下。他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走的。对，而且刻意的已经过来了，这波狼行。闪现吸，在他这边进化解的非常快，解完之后回身冰川增幅粘住做反打。千雪也马上改到这反手一直直到入了进化解完之后还有一个闪现，酒桶就在身后，小花生这位置被粘住之后有点小危险，一技能撞出了小花生的闪现，小花生虽然被晕眩，但是已经闪现拉到了安全的位置。哎，后面有一个踢，这个踢可能来自 Rascal 的 TP， 但这个位置踢下来这波有大，知道你上路没 TP 啊，千雪已经往后撤了，怎么办？要撤了，但好像不太意识到狗熊 DJ 已经来了，这两个人还在往塔下走，狗熊一个大跳到夸妹脸上，夸妹这位置有闪现交不出来了吗？人头是被酒桶先拿掉，而且塔下有一个 Mark 这边被套了点燃之后血量只剩三分之一左右，狗熊先扛塔，一个 W 扛住防御塔，酒桶一个 Q 打出对位的闪现，夸妹反身的指空了，这样感觉看到了呀，西夜中路都已经往回走了，海克斯闪到墙上，这位置墙推晕了，被推晕了，而且没六的呀，这个万豪选择这么打，入围赛我记得也有一场是这样的，上路开始换血了，这波狼行被耗掉了好多血，这波狼行有点亏啊，哇，这波还得站回来，西野可能要死，西野好像原地交了一个闪现，但是有一个阳历神器保住了西野，而且后面还给了一个暗影疗愈的盾，结果西野看一下最后一口掉回来一点，正面的话先锋还黑色应该是中箭了，先锋怎么说呢，熊来了，闪现屏拍住先锋被抢掉，这边的四打五感觉西野要先倒，直到 PED 从鳄鱼进场被肚皮给撞开了，婉豪的蓄力红拳也带走了，狼行能收割，狼行这一波开了大之后感觉跟个战神一样劈大的，而且收到了一个一级人头 double kill， 因为酒桶到后期也不可能全靠他来打一级伤害，来了直接给下路，下路下路他血量更低，打开哇，这个秒好快，后的一个 TP 是西夜的一个 TP， 哎，一个压起身的剑没有压到，哇，西夜直接打个二一连的，反倒被一个爆破就都给炸死了，而且后面来福还跑掉了，来福是一个叹为观止之后配合自己的下位猛冲直接一个反跑拉掉了，哇，那 BDD 又起飞了呀，但是狼头开出来不知道还在往前走，这波这位置感觉杀了，可以动龙了啊！但是来福就在旁边，这一波必须速战速决 ，W 命中了，死了，入了没进化的这波直接杀。但龙，哎，狼现在经济还比 Rascal 好上那么个四百。这把我哎，看一下这里，点弹早都完了，要被秒了，这个控制链衔接好了呀，这波没到了。我觉得这把要看狼行了。想找一闪失，但这位置有点太远了呀，走位扭掉了，太阳耀斑的晕眩，而且 S 侧面帮忙减速一下，塞纳滚动酒桶又减速到了塞纳，这位置已经留不住 Creed 了，感觉说说的吧，对啊，熊有大有闪，兄弟你也不是个青钢影，那这波也来了，熊走脸，这位置反而是 Kinnat 很危险啊 ！Life 过来 ，Kinnat 阳灵圣息开出来，可能要过墙给闪了，直接被爆出阳灵圣息，一头撞鳄鱼也有点危险，但队友来了一个大招没有定到，被闪现躲过，但这边远处一发燎原，哇 ，W 还回了一口血，狼心这边闪现给了一个伤害，不过 Ruler 在正面是被西夜给带走了，这波应该是塞纳加。西夜的伤害支援的路上，但狼行看一下这一波没有闪现的应该不好留人，对不对，看一下这波，哇，又是西夜利用视野上的一个埋伏，对，这波是也是球塞嘴里了，好吧，上一波你把剑塞我们家，来下路又是西夜带到一波就绕后 TP， 狼行的 BDD 没闪 ，BDD 没闪，上一波的加速被缩一下直接死，
那天我看一个直播玩那个克隆，哎，指一下，指，那我来搏，来搏，反锁爆。在这位置你爆的是一个日女，日女有闪回呀，非常肉，白甲都没开，不过但是我觉得看一下，有机会就打，没就推到入乐，对，没推到。哎，我觉得找机会，就是实在没机会也别往死里打。我觉得这波有机会把中塔换掉都可以接受，圣战一个先洗一波，效果还不错，把金塔一半先洗了。这边我爆的一个金塔爆的还不错，是直接逼出了这边 AD 的什么双招？哎，奈夫这个猩红卷没有开出来，而且克里的这个大招炸的一半把人给送走了，后面会开一个狗熊金塔带了个无尽。的 Mark 先死了，但 Resco 也受了一套狠套，单量极限五个枪直接把 Resco 砸死在原地。哎，这波会不会直接打龙啊？这我觉得有点主要隔墙那个视野，那个视野如果看到西野回家，有可能我感觉有击打龙，视野有击，这个眼想杀 Mark 没有板甲的 CD， 但是隔墙有一个大招保住了杨林生息，随便洗，反正不痛。对，哎，那就看这波团了。现在这骗子没回的 W 看视野看一眼了，六千多血。上来一剑，怎么射的感觉有点早呀？推了一下，奎德扛不住了，奎德不行了，躲大，两秒躲大，没有交闪，一技能带过去了，反手看一下，皮娜闪现上墙，马克这边交了一个闪现，但还是被虚红就给轰死，狼心扛了一手，但狼心感觉被粘住，接一下，接一下，一个大招打了一点伤害，但是这边没有人能追了，奎德杀了，奎德精神，哎，先看一下这个 TP， 是一个狗熊，一个小走位，躲一个推，哇，这波西野难走了，歇死了。哎，等了一天，等量极限换了一个，漂亮！哎呦，那这样我们看能不能拖到西耶复活，西耶复活能 TP 出来。F 有视野，狼心这个位置没闪现被粘住了，一个肉弹冲击撞了一下，他队友来了，纸上来，纸上来，变得死了。这一波看一下，皮娜拿到这个沙当 ，Mark 这波肯定也要死，但是这波大龙是绝对打不了了，天际。守望者铠甲，其实感觉哎，火爆鳄鱼又来了，有净化，但这个位置感觉要被封正了，这里鳄鱼是没闪的。狼心这波哎有点上头啊。还有心得的吗？也在绕，而且来福找到位置了，狼心也找到了，看这波到底谁包谁。而且我们下路兵线很好，我们其实可以稍微拖一下，现在谁是奸计，谁是线儿？来看一眼，两边上单先打成一团，可能要拼惩戒了。这个龙回血了，这个大没丢中，但这个位置感觉可以直接打龙，大招加抢到了，大招加成抢到了这条龙。哎呦，这波好伤。但是这波这个位置，这毕竟走得掉啊 ，Resco 被定住，点大了。狼心闪现过去想杀，但这个位置被控了一下，狼心好像扛不太住了，感觉要做一个兑换。亚特这边 Q 上来想帮一下自己的兄弟，而且他那大招其实很痛。这位置又在埋伏，感觉 Mark 这边要小心了。Mark 克斯闪 ，Mark 走上来踩，实际上有点开出来，好远啊！这 Mark 感觉要顶不住了啊，要被卖了呀！一剑五。那老玩家这波还是优势，因为对面血量非常低，是，而且可以等西野下一个推，这边又是 BDD 直接下半血，再大刀刮一下 BDD 死血，下线到一三，直到 BDD 怎么杀掉？他直接被 life 放了回来，看一下，而且送回来狼心，狼心只能回身先斩 life， 这条龙感觉有机会，一技能推到他草里没视野，哎呦，西野也太猛了吧！哇，你玩这种什么牛头 ？Resco 被推到了，又是你 Resco， 要皮大了，大招走，绝招下，好嘛。打龙速度有点太快了，感觉来不及了呀！给扯了 ，Mark 进来看一下，先秒这边的话，龙先是蓝色方拿下，挤到了 Kade， 推晕 Kade 直接被一个黑暗法就给收掉，拉上面粘住 BDD 交出了一个水银弹，还是要死，接着这边露了也死了 ，Resco 被粘到，刚交了弹，交了闪，感觉有一波呀，这个时候，这波大龙直接打了一个零换四出来，哦，一换四。看看反而是真迹这边现在这两个小短手很难受，想拼整线，又是一闪来了，一个开的位置还不错，而且自己非常肉，龙已经被皮大的支下来了，这个位置瑟迪进场，麦克第一时间两边做一波人头交换，感觉老干爹还是要赢。哎，这一波麦克跳进来，这波怎么说 ？K 哥手里还捏着一个闪现，这时候闪现交出来，直接这边一个能量极限先打死 BDD， 但这个位置其实闪现前感觉还是要死呀。小花生出问题了呀，这一波大招没开出来，小花生这个大招。捏的也太死了，其实我看了感觉老玩家这波都赢了，花妹这个位置能回去吗？被发现了，回身想偷酒桶没偷掉，被万箭齐发减速到，哎呦这减速感觉有点多，小兵，哎呦小兵，自己的小兵没事一下啊，自己小兵卡了位置关键，嗯，哇但是旁边有个王板，这应该是走不了了，这感觉位置一卡出事了，是 K 哥应该死，哎三郎帮忙挡了一下万箭齐发，回身没办法，没办法，感觉要找一下打野，感觉不能打了呀，这位置要走要走，这个位置酒桶非常的恐怖，但狼行大招已经开了呀，这波如果撤开的话狼行等会没大招，狼行感觉跟队友有点脱节，哇一剑被蓝球减速了，拼惩戒吧，打过一下位置了，缇娜的啊差一点点，最后还是蓝色方拿着那个大龙直接 Q 上墙，
但这波正面的话，真迹是有远古巨龙 buff， 是有这个大龙 buff 的。哎，还可以的，可以留闪，可以的这位置，可以留闪，可以的要被秒了，原地开了一个秒秒过，但这个蓝这波是有点好，而且被炸出去了，但还好没有死人。这一波蓝白的往前走，看一下旁边 Mark 被留住了 ，Mark 这边吸血鬼是白长，找个大地一下，但皮娜他已经死了。这个位置西叶这个位置一个大招先灌死一个辅助，但是点燃可能要换掉西叶了，西叶这位置会不会被点燃点死？没死没死，还好七十滴血，正面闪现来对方的 BF2 连出来，这边 BDD 还有一技能，再转头看一下 WD 一下能走，一技能加速也好了， BDD 还在刷，还在刷自己的一技能，这边有一个 TP 能不能救一下，还可以 K 哥活下来了，狼熊来了，闪电队推到了，这波能杀狗熊，但狗熊又给自己刷了一个盾，狗熊非常弱还没死，到底想杀谁？哇，两个都想杀，结果两个都没杀掉，而且这个时候龙被 Creed 给打掉了，哇，这波有点太，又想杀 Rascal 又想杀 BDD， 结果两个人都活着，还在皮，一技能打断你回城，这进去要一波了呀。拆打速度好快，两个射手拆打非常快，大家炸动之后直接推掉水晶。到我们的赛后采访，我是余霜，我们邀请到的是克利德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先有请克利德用中文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兼职的打野克利德。欢迎克利德。那这一次也是回到了世界赛，同样的也是回到了中国，所以现在感觉怎么样呢？就在每次都来中国的时候就挺开心的，然后就一直就我期待一下，就挺好吃的。期待可以吃到好吃的。那今天可以看到你也是拿出了酒桶打野，其实入围赛很少看到这个打野，为什么今天会在这一个比赛当中拿出来呢？因为就第三遍的时候就 ban 了 AP 的打野都被 ban 了嘛，然后就我们队友的话就可以200，所以就我们选了酒桶了。那所以说现在的版本当中其实 AP 打野是更加的强势一些的是吗？好，那接下来想问到，因为其实你们的前期对于资源的控制做得非常的好，尤其是资源的交换，所以能不能说说你们在前期打小规模的团战的时候的一些思路呢？就没有吧，就有一个人看了有机会的话就打，就这样的。好，就是有机会就可以抓住机会了。那可以看到今天最后一波团战的时候是你金身躲掉了那一个伤害，能不能说一说当时你们的反击的一个沟通是什么？就最后一波的时候就我也没想到他们要中了出来，所以说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说有机会，所以就想打。所以最后一龙魂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去 solo 的，当时为什么是一个人去 solo 这一条龙魂呢？因为就我没想到就他们可以能一波的，所以就我就万一一波不了的话要拿灵魂，所以就我打小龙。所以说当时可能没有想到游戏会这么快的可以一波结束。那可以看到今天其实 Genji 和其他的两支队伍就是都拿下了比赛胜利，也是 LCK 3-0的一个比分，非常的强势。那能不能说说你们在这一次的世界赛的一个决心和目标呢？就之前就 HK 打世界赛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厉害嘛，所以就今年是应该有好机会吧，所以就我们加油吧，希望可以加油。而且其实可以看到你和卡纳维选手呢其实都是在京东战队这些现役和之前有待过嘛，那为什么你们的这个中文会这么的好呢？是有什么特训吗？还是说有一些小的诀窍？就提醒是没有吧，就翻译的能力吧。翻译的能力，所以是翻译小哥哥可能会跟你们有更多的日常的一些沟通。那最后一个问题，即将要跟 Fnatic 在之后交手了吗？你觉得跟他们交手的时候会比较期待什么呢？就期待一下那个就中单就出来的奇怪的英雄吧。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拿一些不太在版本的英雄可以尝试一下。好的，那我们也是期待了之后你们的比赛。那我们今天的赛后采访呢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